聊的是外貌。外貌是什么？你知道？人有分美丑，对不对？长得漂亮的，长得帅，好像就会比较 OK。对呀，丑丑的，好像就很多事情怎么做怎么看就不顺眼。对，天文要对上立冬了，帅气帮女生开瓶盖来。啊，打不开怎么办？我来。哦，有水了！漏水了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呦，一个箭步，好，胸东，胸东，好，一个箭步，胸，我的脸，胸东，我的脸，嘟嘟，表情管鲁，仇家，仇家找上门，仇家找上门，我在抢镜头，你那个表情管理一下好不好？我会喷出，会喷出，哦，喷出了，哦。有了，手部喷出了。来，丑男立冬帮女生开瓶盖。糟糕，打不开。我衣服干嘛？什么？哇，是哦，怎么自己喝？自己赢了，这个态度有，这个态度有。来喽，白痴哦。这个有。好，来哦，来哦。为什么要脱啦？而且脱掉，脱掉也不好看呐、啊。哎呦！好棒！安全感，安全感，很胖了。肚子也太大了。哎，慢动作反而帅不出来。这个扣分扣的。又是谁？阿尼，哎呦！哦。这个地方是帅的，这个地方有的。而且有这一段呢、啊，前面那个肚。哎，掌声给他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